望。那我今天来提案的就是社群治理的部分，就是因为其实 GDMB 社群有点像是个大草皮，大家都可以进来做事找伙伴，然后这个大草皮不会拒绝任何人，不会组织任何人，也不会要求大家一定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其实这个去中心化大草皮还是可能会有一些也需要中心的一些团队或一些任务组，例如说像是 domain 的话，我们有 GDMB 点 PL 的 domain 还是会需要有管理员来管，说这些 domain 要怎么样使用。然后或者是我们有 FB 粉专，我们有社团，我们有 Slack，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让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的平台。那所以这个社群治理流程，这个共笔也是希望可以，你刚刚有同意出来吗？有，这个拔掉就是好。所以这个共笔讨论也是希望让大家就是帮忙一起列一下，有哪一些东西其实是会有一个中心任务组的。那这些任务组的话，要什么方法可以让大家可以来参与？然后怎么样的讨论，然后必须要以什么样的形式的公开，那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讨论。像最近还有一个是像那个 GDMB 的 calendar， 什么样的活动可以被放到 GDMB calendar， 是任何的只要大家可以参与活动可以放，还是说还是要符合一些条件，比如说公民科技或者是什么样才能放。那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共笔以及透过大家今天的讨论，能让我们有一个更完整的规则出来。那么这就是以上社群治理的共笔讨论，谢谢大家。